演什么像什么的喜剧精灵李晟，今天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《Oh My God》来到咱古城西安签售宣传。新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小燕子呢，想必大伙儿都是再熟悉不过了。那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，我们来到了新动员广场，在电视连续剧当中人见人爱的开心果李晟呢，今天也在这里和大家零距离面对面。李晟以《新还珠格格》中可爱逗趣的小燕子一角征服了不少戏迷，演而优则歌，被滚石唱片相中后，小燕子也在今年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《Oh My God》。新专辑有着很女孩的包装，很傻爱的元素，音乐中不光加入了中西方的混搭元素，还运用逗趣的饶舌语言，传达新兴时代的小燕子精神。西安零距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晟，这一次呢来到西安，带着我的全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Oh My God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零距离记者王佳，见习记者李雪报道。